百分的部长，你带头来验尿好不好？不好。我想我应该信任我的部署，不是每一个人啊都是贩毒的人。我说你要带头啊，我已经，你对你自己要有信心啦、啊。我才做过体检，就是我非常尊敬的国防部的一个高层告诉我说，太平岛要出租出去了。我个人没有听到这个消息。难道是放弃了吗？我当面给您报告，这消息是可靠的哦。这个消息是不可靠的，我没有听过这件事情，也没有签合过这个事情。这个高层是我非常尊敬的，部长你也说，你把名字告诉我嘛，我也说谎嘛。他，我想跟您可能是要说实话。他部长是，我从来都不讲假话。报告委员，您认识我嘛？对不对？我知道。假如这个高层他这样子讲，可能是跟您开玩笑。我非常尊敬他。是。结果他说谎了。所以你以后再也不要相信他。部长。